没有弱点，没有抵抗力。哦，这个很难，这个超难，这让我找超久才知道他是谁。他这个伞还蛮特别的。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线，今天我们来开的是这一个绝群压轴的卡包。对，感谢这次官方一样让我有这个荣幸可以抢先开给大家看。那么以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开，有点无聊。那么是天线听到大家的心声，请到了我们的小助手刺刺。耶、yeah, ，大家好，我是刺刺。卡包的部分都是会有刺刺开，那我天线就是扮演一个解说者的角色，就是跟大家说这次有哪些卡片啊、卡图，每一盒会有十包，一包里面是会有11张，11张里面是会有一张是闪能量的，就镜面闪啊。对，还蛮佛心的。除了刚刚提到的闪能量以外，这次主打有很多像以前的 CHR 还有 CSR， 就是我们的宝可梦旁边是会有训练家的，就像我是宝可梦，它是训练家一样。嗯，对。啊、那这次就是要玩一个小游戏，就是等一下这次开出的卡包啊，然后出现 CHR 跟 CSR 的时候，它要答出来那一个训练家是谁。嗯。对，例如说我们现在卡包上面的画面有奇巴纳、小优、还有玛丽，这些都是简单的。对，那里面有一些是非常冷门的。对啊，对，不知道会被开出来。好，答对如果超过半数的话，我这边有准备一个小礼物要给你。好，有信心吗？一半，一半。好，就超过半数就好，所以信心一半差不多了。好，那我们就来打开它。怕我的手汗会，我现在是侵蚀它。肉，姜姜，好厚，很厚、啊，跟之前的那个闪闪很像。11张，我已经在流手汗了。没事，没事。一张就看到我们的闪能量，刚能，直接这样打开，对啊，放旁边去啊。嗯，小火龙，超多小朋友喜欢小火龙的，熊土地。很可爱，那里面会出现蛮多以前就是蛮经典的卡片啊，就跟之前的闪色明星有点像哦。美容实用牌，实用牌 online， 这个以后很好用哎。缘故目的，嗯，哦，黑夜魔灵，那个是炮虫的克星，这个小朋友也很喜欢哎。是哦，这我就第一次听到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的对战。嗯，哦，下一张就那个了吗？哦哦哦，厉害的，来了吗？第一题要出来了吗？中了，我们来慢慢看一下，来 ，CSR， 啊，落火，所以是草。哦，阿比，不是，我把你想错了。答案是阿比，请算我0.5分。0.5分这是好，反正是过半嘛。照照我的手汗，闪闪发亮。怎么是你阿比？哦，哎，这个闪。阿比是那个精英版的五重系道馆主哦，画得很漂亮哎。对啊，他这次其实都画得蛮漂亮的，请了非常多会师。接下来他下一张是这个，一张是新卡奥冰企鹅，水属性的会流。那他的招式也是可以用的，一水一无冰块滑梯，将对手一只宝可梦受到自己场上会流能量数量乘以40的伤害。对，你可以直接打备战，也可以打前面。那场上如果有4个会流能量，就可以达到160点，有点像原本现在梦幻会搭配的那一只，是看那个会流能量去打一颗打70。我觉得它这个闪还蛮特别的。对，它这次的闪，像我们之前有闪射明星的圈圈闪，然后这次也是贴一层面在上面，它就是方方的纹路啦，纹路有点像我们一般的阿塔啊，这是新的闪，也这样不错。这张卡就是它最高版本。不会再高了，就这张，就这张。好，适合收藏。嗯，怎么开都不会累，太厚了，太厚了。我等一下要忍住，不能把答案讲。太厚了。电能。电能。好用的牌，泽温熊。哦，这张也是新卡，对，加勒尔的伙伴，就蛮简单的，从自己牌库抽出3张。不过因为它的卡图精美，这张也是有全图的。应该说之前那个大师礼盒，所以变成说这一张的那个全图也很多人想收藏，就2张白。对啊，哦，好用的望远镜哎。这什么？邪恶的发言。太多。闪电鸟肯泰罗。喂，什么？哦，焚焰弓。哎，最近都有人在玩它哎。真假的？嗯。哇，你知道好多最近大家玩的牌。哦。哦，这一张是不是都固定是那个金的闪？
对不对？哎，好像是哎，刚刚也是最后一张。啊、然后这张是这是复刻的，之前在金针科的风景里面，然后是做火属性宝可梦的特性。我记得它有三只伊布啊，都有出 CHR。CHR 对都有。CHR、然后这三只都是配那个，我不能讲，好险我差点讲出来。先讲嘛，不要讲。我要开那个雷伊布啊，最近谍报真的太猖狂了。哦，对。我觉得不行啊，一定要出来制裁他们，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方法制裁哦。草能，草能，闪草能。哦，这张是新卡，冰之气息，即使硬币若正面对手宝可梦麻痹，算是一个宝牌的招式，对，让你开局只有它的时候不会被清绝。不过它策略费用就是两倍，可能要斟酌一下。听起来有点像之前那个沙罗马泼沙，泼沙，看能不能保个命这样子。泼沙也蛮强的，哎、欸，这只好可爱哦、喔。它跟这只它进化双奶线一样，是新卡，直接从牌库选的一张志愿者加入手牌。它画的还蛮精细的，来了、哦、老板。新卡 boss， 若使用这张卡集合结束，后备的三个备战宝可梦。各给他们一个基本能量哦，从牌库直接付给他们基本能量。所以如果你后排有感觉也是蛮好玩，我记得它是搭配那个双奶仙嘛，煮煮看。哦，这样也是新卡，哇，这包都是一堆新卡。猎人手套打龙加30，这张早点出山神就不会这么嚣张了。打才遇到毒蓝水，哎、欸，这只骗小人牌，杰克罗姆，没错。哦，铝钢龙，最近有人在打哎、欸。天照虫虫，火能呢、欸？火能，哎、欸，我是强到爆炸。对啊，哦，小优哎、欸，小优新卡，自己牌库选择最多三张基础的宝可梦，放置备战区，然后重新洗牌。赤龙王，苹果龙，这好像也有人打、欸，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打什么，因为有人跟我们说打心态。哦，哎、欸，插字谷吗？哦，月亮一步也不错，耶、yeah! ，不错。超实用哎、欸！对，一步英雄那一弹的卡包好像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说抽到张也不错。什么？哦、第一张我们第一张 CHR， 他是谁？来来了，我差点讲出来，他是谁？好难哦，怎么那么难？你讲出两个极端果都算一对，讲出他的名字，或是他是属于哪一个版本的什么属性的道馆关注？随便猜一个。它是草属性这里了、没有了、哦、也是啊是好好你根据这个来判断它是那个柳伯对在我们经营版本的冰系宝可梦快管关注它后面的那个树也画得很细腻嗯奶我会流手汗麻烦你了手汗已经这样了汪汪我现在贩卖一次的手汗太恶了不行我手汗不可以来了、哦，新卡双奶仙。对、啊，在场上的话，自己的老板应该就不会结束。招式两无彩虹口味，基本十加上自己场上宝可梦附加的基本能量本。对，看种类是什么。如果你种类有三种，就是120加上十，130。新农中哎，这样是新卡图，那是以前在国际版受限的卡图。受限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还没到这个卡的时候，你会小盒。哦是哦、然后里面会有七包还是五包，然后会有一张就是卡片哦，对，然后有的一旦都会有四种，就是它会有新的卡图，这样收藏性质也会比较高。国际版哦，迷你 Q， 乖，我知道，这个、你会知道了吧？美容，雪绒鹅美容，好，这个 OK， 这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们今天的冰系道馆关注美容。哦、小寨手套新的卡片小寨手套它是打超能力属性的会加30、啊、小寨手套草鹿竞技场可以哦雪龙鹅这个是雪龙鹅哇、哦、哇两张两张好突然哦我知道这皮卡丘不用猜我流手汗了。仙套卡，哦，杰拉，哎，他居然不是在倒数一二，哎，气气哦，他居然不是在倒数一二，哎，对啊，好肥，好可爱哦，已经收藏价值最高的是这只皮卡丘，真的很可爱，哎，我刚已经抽到这个太早出来，后面已经没有报希望啊，是啊，对，就因为哦，所以它里面只会有一个这个吗？不一定，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其他影片，可是我就是出来一张，我就想说后面都佛心了。没想到我们的刺刺这么的棒，好肥哦！
他其实出的实用牌很多、欸哦、有这张哎、欸，平民化了，我们冒险家的发现，没错啊，我想要的、哦、叫出来，白马直接铲牌。我那时候是租古月鸟家这一只，因为我古月鸟会放诡异胶囊哦，对，就是它适合本身就会放诡异胶囊牌，就是比较不会占整个空间，不同的图案，对，这张也是国际版受限的，可雷射力啊，漂亮。什么？阿莎拉，两张皮卡丘，阿、啊、肥皮，非常漂亮。哦，这只好可爱 哦！新的咩利亚，哇，你还是闪闪的哎。对，虽然我还是希望出到小橘儿的咩利亚。哦，对耶，一样新卡图，之前国际版有。对啊，它图片很可爱。剩三包，剩三包。哎、欸，有了，有重复的、欸哦，所以这是随机的、欸。这是要缺水吗？哦，你缺水呢？这个好用。铁炮鱼应该会有一张 CHR，嗯，不怕。这张是新的卡图，国际版之前还没有出的。哦，对，漂亮。哎，张票没？好用哎、欸，粉焰弓。一套，真的是要煮了吗？会闪的，会闪，恐怖超能量。哎、欸，水、欸，终于有水。哎、欸，这次很可爱。这样是这次的新卡，咚咚闪光。嗯、对手讲一下，剩下一张的话会增加60点伤害，然后对手会混乱，还不错了，混乱。啊、哦，老大，老大吉利，新的，好帅哦，终于有了。那现在敢有？对的 ，BOSS。最后一包了哎、欸。最后一包了，最后一包了。错哦，一球那样。对呀、啊，它很多都复刻。实用牌，很适合刚入坑的人抽哎、欸。而且还会意外惊喜。对，抽到这就哇。这是什么？爸爸，这是什么？爸爸，它怎么是黑色的？它很厉害吗？喷火龙，这张之前在那个我们预购闪色明星的时候，在 Seven 哦，预购闪色明星会附赠的卡哦，难怪我觉得它很眼熟。对，喂，好卡，哎、欸，长不一样的，对，一样是受限有的卡皮。最后两张就是啊，火焰鸟，不错，好用，不错。哦，来了，要来问了。CSHHH 没有弱点，没有抵抗力哦，这个很难，这个超难，这让我找超久才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他是谁呢？我Switch有打到这只龙啊，会对打，他野生可以抓，可是这个训练家超难。他还蛮可爱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我以为题目会很简单呢。其实我记得有三张特别难的，他是其中一张。该不会也是以前那种小小机？是后面出的版本，就是比较偏后期游戏的角色啊。公布答案啊，他叫精英训练家啊。他的名字不是名字，是叫做精英训练家。对，他是精英训练家啊。就他每一代都会有，算是有点偏后期里面。像以前玩宝石版的话，就是在一个冠军之路有没有？嗯，里面会遇到很多很强，你不小心会被打趴的。训练家，那这是在黑板里面出现的形象，稍微整理一下牌面。像我只有答对一，算这个对好了，皮卡丘了。这边稍微做个总结哦，我们这次抽到的是画面上这五张非常漂亮，对，有美容，有六波，有这谁？海南啦，精英训练家。哦，对，我忘记了。阿比。哦，对，嗯，还有我们的黑金的胖皮，这是我知道。它这个新的闪就是格子闪的话，数量是七张，它会跟 CHR 就是成一个对比，就是如果你有这个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然后接下来的话 ，RR 三R 的话抽到三张，2R的话抽到6张，我觉得算不错啊，有这几张，对啊，这几张这也是最近蛮多人都在询问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对，很开心，再次感谢我们次次，这边一样进行一个颁奖。班长耶、yeah, 我还是有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这太难了。我知道都没有错。我一直觉得我知道很多耶、欸、要送的是这个。感谢你，这是我们在我们这次25周年活动是有机会得到的卡套。刚好我们没办法去台北。对，我是听说你没有去，然后我是想说要送什么、就这一个。感谢。啊，后面还会有官方还一样会有很多25周年活动，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我记得是好像假日活动。你要打赢才有机会拿到赢一场，他就会看你章的有没有盖，没有的话就会给你一包这个，然后盖章，决定你赢过。
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支持，感谢，谢谢。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还有留言。对，分享没有，留言就好，留言让我知道你们有在看，好不好？我频道留言数非常的少。如果未来啦，像这种开箱啊，如果大家还想看类似这种不一样的企划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希望有多一点人留言啊，我就可以继续做这种不错的问答。对，以后可能考更难。好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拜拜。